今天我们来开箱这个东西，大大盒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就是这个牌子的咖啡机。接下来我们开看里面。说明书 ，Got warranty， 我们得需要插头的喽。它还有送这个现在我们来开始试掉这些东西哟、这个是它的水哟、1.5L， 水放好后装回去哟、又等它烧起来哟、要等水烧，可以看很快就烧了这个水。把咖啡豆放入搅拌，把搅拌好的咖啡豆倒入，把牛奶倒入，准备打奶泡。一杯咖啡就好了。